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你这是在那个环保袋去买菜吗？每当我带上这种袋子的时候，心里面都是痛的。此时此刻，我想唱一首《情一动，心就动》。说的那个脖子。去哪里来坐捡的这个垃圾袋啊？我的垃圾袋，我帮你拿去垃圾桶行不行？哦哟，有这种东西哦。这个房子的主体盖完了，花盆池也做了，那个皮墙主体，二哥他们做的那些全部都完工了，现在要开始心痛的时刻。发工资啊？哎，看见钱你叫这么甜啊。你看他拿手去啊，他拿手去啊。没要得的，没行我们的。老肥，可以发工资啊？发没那么多的呢。老肥心里好有底啊。哎呀，在这里啊，已经发了。哎呀，肯定数错了。五万。今天要吃什么菜呢？考虑一下。给他数完先，少三张。那个。少三张嘛，少三张。你气三张我哥。一千多两。三十五六七八九十。我大人。拿出这个来。把它。牵一动，心就痛，谁出钱谁会懂。老板发财啊，莫管那里送高啊，一乱通。不是我要好，痛不痛我好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吃什么那种，没有什么菜啊，其实那种啊，哎呀那种有个鲜的那种啊，其实啊，这种公营门啊，这种工人们的钱呢是不能偷的，就像砌挡土墙那些，他们一砌好就把钱就给他们了。还有那些拉车的那些，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拖欠工资啊！我到现在都没想通。为什么？但是有一点，但你岳父老的运费是不用给的。那可肯定拖欠工资。那有什么功夫可言？那么自己人，那么少讲钱。你看这种这么生疏的娃分姑的儿子，那个肯定要讲清楚的啦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也不是我的一个人的钱嘛，说清楚吧。两万四，两万六，好了。哎呀，总之呢，反正呢，这些做这些，根本下手，这些。不容易的钱不能拖欠，辛苦钱不能拖欠，留2000这三个月的伙食费了，一个月700，一天20，好了，20就多了，多了是吧？那再少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，主体完工了，钱结了。
好，我们下一步继续跟大家分享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玩丢烟的，赶紧把车喊出来。